萧敬腾担任第29届金曲奖颁奖典礼的主持人。好，来麻烦老萧，我们跟然后墙上写主持人萧敬腾。我就是我在想我要干嘛，我能干嘛，然后你们是哪来的胆子要我做这件事情？所以我是很多的问号跟很多的疑问，但是。当然还是感谢他们对我的大家对我的肯定跟支持，还有这次金曲奖所有的创新，但是或者是说金曲奖以前我都其实是可以反悔，你可能下一次记者会就是我跟他说对不起，我觉得我没准备之类。你刚刚有重复两次以上是说你有可能会再开一个记者会，对啊，现在在超时，对不起大家。然后这是不是这过程，其实这从你答应点头接了这个工作以后，你是不是这中间过程有一直在更新？跟你讲，我到现在没有点头，我没有这样，可能记者会都开了。我们来做，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。我没有这样过。那为什么？